为什么他没有描那个旧的没把它描上去？描深一点，是描。对啊，为什么不全部把它描一下？我一起描一描。 手艺跟手纹是你的，那手戒，手皮，手皮就三个啊。啊，那个精灵，精灵是，表白啊，晋级的意思。我哪知道是？你有那墓碑这样，手艺给了也有，加他的字下去。之前没有。我知道，当下这一次啊，这一次啊。
正面的把它看，让他看见。他为什么要烧什么？要叫经理？对不起，对不起。幼稚妹们，我们呢、啊？等一下这边玩，我们从这里去用餐的地方只有大概7分钟就到了，5分钟就到了哈、啊。所以我们呢在这里也不会太长啊。我们跟他们约的时间也是很弹性的啊，现在开始就可以去了，所以我们一玩我们就可以去啊。那我们今天他是已经都预备好这个就放进去就可以了啊。那你们都知道啊，我的父亲啊，我的父亲是1925年2月17，母亲是1926年6月3号，然后父亲是在1992年5月15号安息，6月6号在这里啊，这个埋在这里的。那母亲啊，是今天我们来，所以这个颜色刚改过，本来母亲是红色的啊。那现在呢，那时候啊立碑的时候还没有老三，就守玉啊，哥哥的老三，现在竟是加了老三，所以名字啊颜色是不一样的啊。那弟兄姊妹都知道，这是我的三舅啊，这算是我们长辈中现在最高地位了啊，这三舅，那三舅妈啊，那这是三舅的女儿啊，那中平明天才会到。那四舅，这是我四舅妈啊，四舅妈，四舅呢，去年刚刚安息，四舅只大我一岁。那四舅的几个孩子，来往前一点啊，这几个儿子啊，女儿都在，女儿没有在啊，女儿我还记得，女儿是在纽西兰，是不是？澳洲纽西兰，在澳洲我帮她施浸的。那一次啊，我记得在讲福音的时候，他边听边哭啊，从小的感动一起累积爆发，所以这都是我们呢、啊、最亲的啊。我姊妹呢，这是守正啊，然后旁边那位就是任南正，刚刚啊就是我们这个胡元新姊妹的弟弟，那时候我们在沙利文啊，跟我妈妈，他我上一次来我们见面跟圣子什么时候呢？就是27年我爸爸的安息聚会啊，南正弟兄特别来了啊。那我啊啊，对，我刚刚没有看，没有看见林美丽啊，美丽呢是谁呢？她是我的、啊、二舅的女儿啊，那叫做啊。
大嗯哦吼、哦，这种哎严重哎，我的大舅妈啊，大舅妈啊，就是大舅妈啊，大舅妈，大舅妈的女儿也在，啊，女儿今天啊，这二女儿在这儿啊，那还有小孙子他们也在这里哈、啊，这大概是我们最亲的亲属了啊。那现在我们今天来的。有永和，他们有几位，刚刚我指挥的不够准确，他们跑到老远去了。现在啊，我们亲爱的这个吴富华弟兄在帮他们指挥回来。传下来了。好，那我哥哥的儿子就是守正，你们都认识了啊，在那里。哥哥的女儿守恩啊，那守恩的丈夫 Alan 啊，还有我的二女儿，二女儿举手一下。二女儿守恩，守平和他的儿子，他儿子也来了，现在儿子才四岁啊，才四岁啊，大概这就是我们呢，我的哥哥嫂嫂，大家都认识了哈、啊，那还有丽明啊，丽明是我们表妹啊，丽明是爸爸这边的表妹啊，感谢主，磊明啊，磊明，音拜叫磊灵啊，其实咱发音就是磊灵的对啊，磊。啊，刚刚啊啊，好，那所有还有我们可以说今天来的弟兄姊妹，都是跟我们家跟我妈妈最亲的弟兄姊妹，谢谢你们的参与。那现在我们呢、啊，还是来唱一下，我想我们先唱啊，这个是爱的神做我牧者，好不好？是我做我牧人，再是他是牧养我们一生的神，我们来唱一唱，然后我们呢，今天我们就是有一点。祷告好不好？大家，哥哥，你看有没有要讲一点话？等一下，先唱吧啊！唱完都是有话讲话，没话我们祷告，好不好？那我也要特别介绍一下啊，我们丽丽姊妹啊，来举手一下 ，Lift your hand。哎，丽丽姊妹非常可爱，她到我们家来啊，服侍我妈妈的时候，她背景是菲律宾的天主教。但他来到我们中间聚会的时候，他看到在家里的聚会怎么跟别人不一样，因为啊，他发觉他说有圣灵，这不是死水一滩，是一个有水流在那里流通啊，所以啊，因此他就受尽改进啊，那成为也为此受他家里的逼迫跟误会啊，感谢主。那我还要介绍的就是Susanna啊，彭诗珍姊妹，举一下手好不好？她也算是我们家最亲的人了。他从以前，简单的说，从啊以前他读啊智光商职，那时候邱贤德做他的老教官，然后后来因此而他已经受浸，在主恢复受浸，没有聚会，他就介绍到姊妹之家，永和的姊妹之家，所以从此以后在那里开始啊，他姊妹家生涯，再加上后来又读了台北商专，在沙利文啊很多年，跟妈妈是非常的亲啊。啊，台北商专，后来又到美国 UCLA， 后来到洛桑管理学院。顺便讲一下，他的妹妹就是啊，我为台湾中华民国拿第一面跆拳道金牌的陈诗欣啊，同母异父的妹妹啊。而且这个本来不踢了，本来跟爸爸闹翻不踢啊，但是后来是他啊一夜长谈呢、啊，他才回转再去踢，一踢就踢出了中华民国。第一面金牌啊，所以这个说他的故事也是很多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他后来嫁给洛杉管理学院里的同班同学，是啊，一个爱尔兰人。我们孩子们本来要做他的花童，后来都变成他的伴娘啊。我们都到了都柏林啊，替他办的结婚聚会啊。我们永和好多人都认识啊，数年未见面，这是江静迪弟兄。是我永和啊最忠实，他是我们永和的活情况表，他从啊黑头发情况表背到变白头发啊，不过不要被他的白头发骗了，他小我一岁啊，感谢主，他是在永和最忠心的长老啊。那么还有陈崇实弟兄也是永和，当时啊就是应该跟我爸爸的福音也有关系，我爸爸去传福音啊，然后他那时候呢。
太太，他们姊妹在哪里？在哪里啊？太太啊，这个叫做吴家勋姊妹，老师。她吴家勋姊妹呢，那时候为了丈夫的得救，她先得救，她陈淑华的同班同学。陈淑慧，对不起，陈淑慧的同班同学，后来啊，他就信主以后为陈忠实祷告。陈忠实当时啊迷什么呢？楚留香啊，楚留香。而那时候就吴家勋姊妹啊，因为我看今天呢、啊、没有时间让大家等一下去吃饭嘛啊，我就替大家一口气做完见证啊。那么吴家勋姊妹就找我姊妹啊进食祷告，为着他弟兄的得救。为什么呢？他每一次福音聚会他都来，不过只唱完诗歌就走了。为什么？楚留香在呼唤他啊、在召唤他就回去了。有那次他们跪下来进食祷告，请听啊，主是又真又活的。结果一祷告之后啊，竟然那个礼拜六的福音聚会啊的那个晚早上，报纸出来，楚留香啊拍摄不及啊，重播一次。他就跟太太讲了，重播了，我可以不用在，我可以参加聚会。就那场聚会坐进去以后，一坐直到如今，现在也是永和教会的负责弟兄啊。那么，所以这个见证都可歌可泣。再看旁边的吴富华弟兄，现在在我们永和现在正在中信的服事，他的哥哥就是兄长的脚中，哎呀不敢啊。那么他的哥哥就是我们吴有成弟兄，最近才走过第三。三次的死因的幽谷啊、哦，又是强的故事，你们都听到了，对不对？从啊芝加哥参加他儿子的这个什么儿子的硕士这个毕业啊的毕业典礼，又参加我们 Jim Risky 一位主要的这个历史学家的长老在那里过世，参加安息聚会，完了坐飞机四个多小时要飞回洛杉矶，还好没有上飞机的时候发生问题，他是飞机快要降落之前看到洛杉矶的这个身影了，灯光了才昏迷，但是呢一路一直在敲腿，因为不舒服，敲腿的时候护士这个什么护这个空中空服员空服小姐看到他一直敲腿。后来等到啊，快要 landing 的时候，竟然蜗牛不动，没有动静了。他赶快拍他，哇，不得了，完全没有回应。所以这时候呢，赶快报告这个飞机里面，赶快有没有医生？后面就做两个医生，当场就给他做 CPR， 马上急救，已经不呼吸了，对不对呢？心跳也停止了，哦。后来竟然就这样紧急救过来，一 landing 之后竟然就进了全美 top 5最好的五个医院之一，就是雷根纪念医院啊 UCLA 那里。那一进去以后就得到最好的治疗，长话短说啊，左部啊就做了两个支架等等，而且神奇似的要两个礼拜才能醒了，两个小时几个小时后就醒过来了啊。那么多久才能怎么讲话的哦，又讲起话来了，而且一讲了本来说脑子一定受损啊，很厉害，没有受损，好像更精明一点一样啊，讲得很清楚，大家简直神机。他一发布情形啊，我们就少数十几个同工二十个同工就迫切祷告。那祷告我们说还不能外露，免得啊动摇大家的心情。没想到没两天报这个什么网络上已经出来了啊，他的消息会吹全地啊，可以说爱主的弟兄姊妹都为他祷告。对，简单的说，神奇似的，我那次去的时候他已经开始复健，然后呢等到我回来不久他已经出院，是吧？直接不要去第二个预备医院，直接就回家休息了。那么休息就马上写个简讯出来说，我已经在家里休息，要找我的欢迎你们来找我。你看，所以啊，而且这一次主血遮盖哈，这次我们在这里，我妈妈这个安息区，她人自己才从死因的幽谷走过来，竟然写个简讯给我说，光弟兄，关于你妈妈的安息聚会，请到台北议会所来办，因为怕坐不下，看起来明天是很难坐得下。但是后来我跟他交通以后，就觉得说56年在三重，应该在三重做追念更有意义，我就谢谢他啊。无论怎样，他是多么关心啊！那么到这两天看我们印得出来，我把那个印的生平简介给他印得出来，他还来再跟呢、啊、这个书房讲一声，这些印刷全部书房奉献，
无论怎样这么细腻啊，我这样做做见证啊，也是另类的，在这里数算主的恩典啦、啊。那我特别谢谢啊、在三重的弟兄姊妹们这样来爱护我们的家，扶持我们这个家，好不好？我讲半天就是要唱耶和华，这个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啊，这个第几首？第三页是吧？第三页444首啊。444首，是这一生做我牧人，他常喂养，他常施恩，他施舍我，我施属他，何来需要，何来缺乏，他带我到人潮的场，是我感觉满足欢畅，又带我到平静溪流，交通不断，安息无忧。我是迷路，他来接回，带着我心，受他支配，我常摇动。天地但可引导，是为机密，何等不明，何等可疑，怎能行走无所顾忌，你敢扶持，你常引领，你的同在满我足迹，你是我能大胆跨身，滴水石不相恩如恨，我头有人，我没酒力，我身从来不曾吝惜，你的甘甜奇妙的爱，测量我的一生年代，你改进来永不改变，我的生命还要加添。我想明天呢、啊，这个人数会多，而且明天呢、啊，抬着做见证的人也是非常的难抬上啊，大家都要排表的。所以今天在这个时间稍微有一点弹性，我们太早去吃饭了，可能也是很快就完了就走了啊。所以我们可以有几分钟啊，我们等一下祷告之前呢、啊，有没有谁要分享教工一点？南镇，你要不要讲几句话？我想南镇应该讲几句，我们会很喜欢，因为南镇我们是27年。没有见，但那份爱和关心呢、啊，实在叫我们感动。我们都知道，任南，任宜南的弟弟啊，南镇以前在我们沙利文一段日子不长，但是却感情深远。我每看到宜南姊妹、胡姊妹，我就要问南镇怎样啊，所以让他说几句话好吗？啊，我来，南镇说几句话啊。大家可以坐一坐，自由一点哈、哦。那么还有谁啊？明天可能没有机会讲话的，等下江静迪是要讲话的啊。来，南镇讲几句，讲啊。好，南镇太客气了啊，讲几句吧。来啦，讲几句。那个兄长，嘉勋讲。嘉勋讲一点，好，来嘉勋。来，哥哥你坐一下。感谢主。我1984年得救，那时候光宏弟兄夫妇就在永和服事，所以其实呢，在我的这一生当中，他们两个就是一直都是我生命中的贵人之一。除了主，还有另外的就是在我得救的淑慧姊妹，在我的一生里面实在给我深远的影响，所以那就有机会呢，来认识李师母，到三重的家里，我看到李师母她就是那么的雍容华贵，那么的端庄，这个每一个成功的孩子的或者是男人的背后都有一位可敬的女人，所以我们知道李师母这样子的爱主啊，服侍这个家，
还有爱照会，所以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所以每一次呢，我想到光宏弟兄还有林姐他们的时候，我就会重新得力，想到他们的服事啊，他们啊在各方面啊为主的摆上啊，都在在的激励我们啊。因为其实我们在个人的这个跟随主的道路上，也是会起起伏伏的，也会经过死硬的幽谷，也有一些呢觉得无奈的事情。可是呢，也看到这么多的榜样，就会激励我们向前。看到他们身上那个火，主在他们身上活的见证，我就觉得我这位主实在是太可信了。哦，虽然呢主看不见，但是呢有这么多活生生的榜样，一个一个像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啊，所以呢，我那时候听见那个李师母就在医院，但是我那时候刚好在在美国去儿子家里，还有去参加冬季训练。对，那回来以后我也是想说他们都很忙，我大概就是只能为他们祷告，因为不知道情况如果去打扰也是不太合适。我想在主里面哈，我们都是一家人。有这么多哈弟兄姊妹来自四面八方，我觉得每一次在这样的安息聚会里面，我们就再一次的哈看见我们所信的这位主，他实在太活太真了。好，然后我们就走了这个墓园，一个个的看那些名字，然后那些人，我想知道我们的结局是如何的时候，就知道我们该如何奔跑赛程。我们的这一生真的是要非常的豪迈有意义，能够用零碎换来整个。感谢主，主亲自安慰我们亲爱李师母的家人，能够再继续的往前奔跑，能够世世代代都侍奉永活神。这里附近还有啊，这个隔壁就是我们永和的刘忠义弟兄啊，刘老弟兄，永和的负责弟兄啊，站在隔壁。还有这个张焕钜弟兄也在这附近，刚刚今天早上讲。还有这个就是张师母的这个丈夫，另外还有这个金树林的爸爸妈妈也在这附近，都是邻居啊。还有谁？接着讲一点，来，感谢主。大家抓机会啊！有明天会紧张没机会的，现在可以讲啊。我们实在是会怀念啊，李光中在永和配达这段时间，他在永和配达长达15年，他把最上好的青春岁月都放在永和。是。那接着之后就是欧阳家李光中做见证，欧阳家弟兄，接着是林天德弟兄11年，那接着就是我们吴文华弟兄，那。他在永和服侍的时候，我们实在非常怀念。那个时候李师母当然在三重，我们很少碰面，但是每一次只要看到李师母，我们跟他打招呼，他都非常非常的亲切。总是嘛，儿子在永和嘛，总是不太一样嘛哈。所以呢，我们是非常想念。那生病的时候呢，我问了光宏弟兄可不可以去看他，光宏弟兄千万不要去看他，不要去了。可是我呢，我跟一位弟兄都偷偷跑去了，看命了，对不起了。但是呢，我们看到虽然他不太认得了，但是我们觉得还是在主里面实在是不一样，我们实在非常感伤。但是感谢主，主把我们怎么接到他的怀里，实在是好的无比。他实在是高寿哈，实在是高寿。刚刚我早上没有看到守屏姊妹，现在看到了，好高兴哦。他们那时候三个小孩子在永和长大，哎呀，看到彭思珍，咱们永和之光这么优秀的青年，哈哈，哎，富金三公是最很难得这么出这么优秀的人啊，是我们李光荣一直在那边陪着他，还有呢，啊，志光三子，还有这个我们陈崇志丢布，都是我们光荣一起在那边陪在那边培养栽培。我们永和还有好多弟兄，像邱贤德弟兄、徐雄健弟兄，都是我们当时每周礼拜六，光哥陪着我们一同祷告、一同追求。但是我实在就觉得说，实在是主所做的，实在是何等的美好。愿这是安慰家属所有的亲人。那我们跟三重之间的关系其实是非常密切的。哇，我记得我参加了好几次在三重聚会，哇，那个聚会的那真是轰动啊，真是轰动。那时间就不多说了，历史非常悠久。那刚刚我们光宏弟兄那站在永和讲道的讲案长讲说，你
你千万不要看楚留香，楚留香是楚留臭，不要看楚留臭。他还没讲，我为什么提到这个呢？当时啊，真的那个流行都看什么连续剧干嘛的，居然我们从那丢的时候就得救了。你看，现在就成为一个教会中一个非常非常的一个柱石啊。我们年轻人都在他那边服侍，所以教会是一代接一代，一代呢能够那个这个成长一代，太好了。这个真是感谢赞美主，一言难尽呢。要不要你要等一下吗？还是接好接着？对不起，我也再交通一点啊。早晨这个时间太紧凑啊。那事实上刚才提到光宏兄长在永和这边服侍15年，事实上呢，像光宏早晨所做的见证，他受主感动，他77年就开始全时间了，已经都40多年了。那其实光宏的这个足迹是遍布6大洲了啊，还不仅是有遍布全球6大洲啊。那同时最主要是在台岛这边，我们等于说我们这一代我们都是年幼的这个我们等于我们这一代呢，大概是光宏就是我们这个排头了啊。这个我们实在是看见兄长的尽心竭力啊，我们是深受感动啊，弟兄实在是我们的榜样，感谢主。那这个赢得弟兄这样的相主忠信啊，我们啊想到弟兄我们都不敢软弱了，都要一直刚强往前。那感谢主啊，这个我们当然也就知道这个弟兄他能够全时间啊，也是因为后面有这个有他的父母亲啊在那里啊做榜样，也在那里支持他们。那以前我在高雄教书，那个时候我们就常常听到这个台语福音啊，就是在北部的就是李文志弟兄啊，一个萧弟兄啊，就是萧乐秋弟兄，在南部的就是一些高雄的一些弟兄们，你们都听不到没听过名字的李水塞啊，李水师啊，还好些这啊李管啊李水塞，我们这个在南部啊，这个但是在北部呢，就是都是啊听到李文志弟兄、萧乐秋弟兄，他们真是蛮有负担，到澎湖、到马公、到外岛啊，这各地就去传福音，整个南部啊，我们所以实在是我们非常想念我们这个李伯伯啊，感谢主。那这个后来也就听说这个李妈妈也是哇，这个我觉得今天啊，这个经节实在是好的无比，这个经节就说出了李师母的一生，是不是？大家如果有的话，我们再拿出来，你看啊，我们从第一处我们一起念好不好？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我想这个实在是太好了，的确是我们得救以前啊，我们所有的尽是苦楚，但是得着主做我们的产业，做我们杯中份以后，我们整个人生啊黑暗变光明啊，忧愁变喜乐，叹息转歌唱。第二节，你们是怎样离弃了偶像，转向神来服侍又活又真的神。常常听光宏说到他的母亲，每一次在那里啊，这个要摆设什么东西的时候，都说家先强力力来来迎奔给龙面。哦，这个实在是
再真实不过了。这个李石母一生就是为了真理啊，在那里寻求啊。我们觉得他现在啊，因为得出了这又活又真的神啊，做他的喜乐，做他的满足，他的一生向着主忠信啊。我们觉得这实在是太美好的见证。第三处，我们请一同读。我又告诉你们，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哦，这是何等的权利，这也是主给我们何等的应许，这都应验在我们亲爱的李师母的一生当中。所以他就有第四处，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信的人。非常简单，他们说当信靠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因着一张福音单张，全家族150多人全都得救，这是何等荣耀的见证啊！然后下面又说，耶稣对他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感谢主，我们的主就是生命，他也就是复活。黑暗在光的面前完全遁逃，同样死亡在复活的面前，在生命的面前也是那样的无力。所以我们应当都从主的话得着鼓励啊！感谢主，我们晓得今天我们亲爱的李师母他在乐园里，在那里安息啊，和我们李弟兄啊，李伯伯啊，他们啊一同在主面前相会。有一天主回来的时候，我们要一同在荣耀中相会。哈利路亚啊，这个第七处第八处，我们一同读好不好？他愿意，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是何等的丰富，就是基督在你们里面成了荣耀的盼望。关于睡了的人，弟兄们，我们不愿意你们无知无事，恐怕你们忧伤，像其余没有盼望的人一样。因为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神也必照样将那些已经借着耶稣睡了的人与他一同带来。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安慰，因为有主，我们有荣耀的盼望。哈利路亚！今天李弟兄、李师母不过是过夜，不过是休息啊。当主回来的时候，我们都要复起，一同在荣耀中在主前欢聚。感谢主，我们也愿意所有的亲友弟兄姊妹都从主的话得主安慰。谢谢，谢谢弟兄。那现在我们那个姊妹叫怡芳姊妹哈，她有负担。那我们剩下最尾声了啊。还有谁要讲跟我提一下？我20年前信主，然后李师母还在那个旧家的时候，非常的受李师母的照顾，就是李师母常常聚完会，守正弟兄会邀请我在他们家吃饭，然后就是跟李师母有什么问题就是话家常，然后我常常看着李师母他们家的摆设非常的都是精洁，然后李师母都会就是常常我有什么事情都是无论如何有遇到什么难题都常常去找李师母交通，那李师母都非常关心我。那有一次我在三重医院住院的时候，蜂窝性组织也非常的严重，全教会都为我祷告，然后李师母还跟守贞弟兄一同来医院看我，然后还请秋香姊妹来煮鸡汤给我喝。那是我妈妈忙着照顾我的子女，然后所以都没有来看，就是晚上才能来陪我。就是李师母这样子，非常的就是很来医院看我。然后我妈妈死的时候呢，李师母还亲自跟光华弟兄还来医院，看我妈妈，非常的就是我能够今天还能够在教会里面，就是这样子稳固在教会里面，真的是受到李师母这样子，一生的爱戴，这样子很受李师母这一家人的提携和保守这样看顾，
很感谢感恩。Amen。好，接下去。因为明天可能没有时间讲见证啊，今天就抓紧时间。请到这边来。啊，这边好。那我是袁梅姊妹啦，大家应该都还认识我，感谢主。我在三重的时间呢，有一段时间大概是半年多，有跟李师母一起聚会啊。那时候因为我们那个分到五华区，然后五华区那个的暂时跟环河区一起聚会。然后那时候呢，我第一次看到李师母的时候呢，因为我在那个出信成全的时候就有听到光宏弟兄在讲说，他的妈妈哈，就像刚刚富华弟兄说的啊，那个他在这个各尊这个偶像面前啊，他就说哈，驾行车来迎风啊哈，啊给的我们汤来啊。那个时候因为我是出信，然后我就在想说，哎，你怎么知道我以前都在拜那个 gay 哈啊？那各位跟他洗对的，我在供哎，心里面就觉得有点害怕。然后那时候我就一直在想说，我们常常在人生这个寻寻觅觅的过程里面，为什么我们总是会失望，总是会跌倒，总是会遇到很多的挫折？原来就像李老师母这样子，就是这一句话没有，那个时候没有吃进来，我们都不知道哪里是独一的真神，然后总是在那个寻寻觅觅的过程里面。所以我那时候就很期望说，我如果有一天去三重聚会，我可不可以看看这一位啊，在这样人生的过程里面居然有这样子的眼光啊，这样属灵的这个灵哦，可以知道说这宇宙中有那个真神，只有真神可以来迎风给让我们躺来。所以那时候我看到李师母的时候，我就非常的开心，我就跑过去，我就跟他说，哎，我有在出信成全哈，看到那个李光宏弟兄，然后呢怎么样？光宏弟兄呢跟我的妹妹有认识，然后所以他就问我说，哎，妹妹姊妹你好，我就告诉他说我不是妹妹姊妹，我是袁梅姊妹。他就说，哦，那你是妹妹姊妹的妹妹吗？我说我非常的高兴，因为我是袁妹妹姊妹的姐姐，而且我还大她三岁。然后光宏弟兄说，哎，不要告诉妹妹姊妹，我回去立刻告诉妹妹姊妹。我妹妹是一个很属灵的人，她就说，那又怎么样呢？我的生命比你多很多。好，感谢主。所以那时候我就跟李师母讲了很多有关于他是全家最晚一个得救的对对对对，我就讲了很多有关于我的见证。我讲完以后，李师母就笑一笑，我以为他会讲什么很鼓励我的话，就是他就讲了一句，哎，记得鸡妹那家醋鼻啊。哎，这一句话就奠定了我这往后的这十年这个甜美的召会生活。我觉得召会生活真的让我觉得那家也触鼻啊，有很多很多很喜乐的东西可以值得我们纪念，有很多很多这个生命的东西值得我们去追求。所以呢，我很感谢李师母在那个时候给我这样子的鼓励跟帮助。那今天的安息聚会真的是有一点招待不周，希望明天呢那个我们可以有做更好的服事啊，谢谢大家。那现在我们就请啊陈彭淑珍姊妹，她啊就是从瑞士经过大陆过来，明天或几天就回大陆再去瑞士，回瑞士啊，难得回来。亲爱的弟兄姊妹，感谢主，我是彭淑珍姊妹。我先读一段话，然后我再做一个分享。我们现有这许多的证件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这是第一段。第二段，要纪念那些带领你们对你们讲过神话语的人，要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我呢是非常幸运，在师母呢，师母是他将是我的证件人，这个所谓的见证人，我在他身边围绕着三年半的时间。我从16岁信主，17岁那个时候被复兴以后啊，经过这个邱贤的弟兄的，等于是他帮我恢复过来以后，我见到光宏弟兄跟他姊妹这对夫妇，因为他们的原因，我就认识了李师母。啊，我17岁的时候开始进入沙利文工作，啊，有3年半的时间在师母的教导下工作。师母是我第一个所认识属灵界的女强人，啊，在我的记忆中。就虽然年纪很小，但是呢，对当时在看师母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我第一个直觉就是师母她不光光是精明，她果断，而且她视人的方式
是一般对我这么年当时年纪小的人来讲是觉得是非常特别的。我举几个例子，我第一次跟师母去买菜的时候，我觉得他进菜市场，光是进菜市场的那个时候的那个架势，只有在连续剧里面看得到的。为什么呢？是一般市场是轰轰闹闹的，只要师母一进去，这个时候两旁的这些卖菜的这些商家突然之间就变得很安静。师母呢，我一直觉得他不是去买个菜嘛，但是师母好像是去视察。他一进去每一个摊贩，他看一眼，然后问一下这个价钱。其实师母心中很清楚这个价钱应该是多少，然后看一下这个人的眼脸。一般来讲，只要他看一眼，对方报马上最低的价格出来。因为师母也是一个很公平的人，我跟师母共事3年半，我了解师母她是一种非常公平的人，就算供应商把她最低的底价给了你，他们也相信师母会让她得到应得的报应得的这个报酬。然后第二个呢，所以呢，我每次去跟他去有的时候陪他去买菜的时候，我就特别欣赏，因为他识人的能力是我常常有的时候回想也把这些种子种在我的心里。第二个，师母是一个很敬畏神的人。沙利文是一个传播福音的温床，就是任何几乎所有的人进来都变成了弟兄姊妹。还没有变成弟兄姊妹之前呢，大概他要变成弟兄姊妹的时间是很快就要发生了。我在沙利文3年半的时间，刚开始当店员。后来呢，经过师母特别的对我特别好，因为我也是半工半读。你今天看了师母这个以前过去她过去的历史，也许就是那么一点怜悯，师母对我特别疼爱，很多事情呢她都亲自教导我现在连算个钱的方式跟师母都很像，因为我那个把钞票打开的方式就是师母教我的这个师母她，我为什么要特别提到这个例子呢？就是我除了当店员之后，慢慢师母教导变成店长，当了店长以后，慢慢后来就经过她更多的信任，做她的内勤，有一些账务的事情，跑银行的事情，就也帮着师母去做处理了。当店长的时候呢，当然了，就是你除了管货，管这个前面那些店员之外，也有很多事情都会跟师母去讨论的。我记得有一次有个店员，她也是姊妹，但是呢我们这种从管理的角度来看，就是如果一个员工他不适合企业文化，你有两个方式，第一个就是再教育，第二个就是想办法把他辞退了啊，就是。但是呢，师母所谓的再教育，就是把这个姊妹叫上来，多给她主的供应，多跟她讨论主的话。我3年半的时间没有看过师母开除过任何一个人。我第一次当店长的时候呢，新官上任3把火，就觉得哎呀，这个我有机会了，这个人不行，管了这么几年还是不怎么长进，哎，我就跟师母讲，我要把他开了，这个不行。师母跟我讲了一句话，我就很感动。师母说，她也很同意，但师母说，我们不能这么做，她是姊妹，我不能伤她的心。当然呢，我现在如果说我从我学的管理的角度来讲，我会觉得，哎，这个好像不对，但是我就发觉，她是一个非常敬畏主的人，很敬畏神。她说，主有主的时间。所以我就没有再说了，这所以我就说好吧，因为师母是我的主的源头，他是我的老板，我就不说了。结果也很特别，过没有多久，这个姊妹她也自己离开了。就这当然跟师母相处的3年半时间，有很多这一类情况，看师母怎么断事断人。但是呢，我对师母最，因为我觉得人呢，很多时候我们有很多人活在世上，因为生活的原因，他很多时候不得不委曲求全。师母是一个非常不委曲求全的人，他是非常不光光是公益正直，
他对人对事，他那个胆识，在我的这一生中留下很大的影响。我连现在有的时候自己看自己管理的政策对员工的看法，我就说主啊，一个在主面前这么长久的人，其实做面包店是很辛苦的。我平常早上7点多就进去了，师母他们5点就已经起床了，起床了以后他们还晨更，完了以后他们都是第一个下来的，把该看的事情看了，该交代的事情交代，他们也是最后一个，可能等店面都关了，然后呢他们还有他们自己要处理的事，在还有从来不拒绝教会生活的这个参与，还是非常积极的。就他这个榜样，我自己都觉得我是很无愧的，因为我看自己虽然也忙，但是我跟师母一比是根本不能相比的。我们虽然全世界跑来跑去，但是没有像师母这么绝对的摆上，他对主的那个绝对，我是觉得我很少看到。一个这么年纪大的，我认识师母的时候，师母应该也是我的年龄了，50出头了，五十几岁，五十几岁的人这么早起床，而且师母呢，我是一直大部分时间都在长安西路的那个店，师母的步伐，她走路的那个声音，我现在眼睛闭起来都还可以听得到，她是非常有力的。他只要走路从楼梯下走下来，这样走下来，我这一天都可以不用管店的。为什么？下面的店员只要听到师母的脚步声，师母的威力就已经出来了。所以呢，我觉得主啊，我刚刚为什么读了这一段话的原因，就是我觉得我看到师母的，我很感谢主让我12月份还有机会看他一次。那我觉得因为我们要留心，我要对你们讲过神话的人要效法他们的信心。阿们好，我们最后啊两三位最后等一下，我人宜南姊妹啊，这个她要替南镇啊说一点感觉。我是觉得说那个南镇跟我说，李师母把他当作自己的孩子这样的疼他，那我觉得不能不替他说，南镇是比较不太敢说话，那我觉得还是要替他说一点，因为从李文志弟兄就是李伯伯。他在的时候，他就在沙利文工作，南镇就在沙利文工作。那常常，李文志弟兄也是，真的是把他当作孩子一样，当作他的孩子，他就常常有时候会带着他去吃宵夜，会带啊，然后回来呢不敢让李师母知道，他都会说，你不要讲话，我来说就好。所以真的是把他当作自己的孩子这样的来疼爱他。然后要出去买菜，他也是跟着李师母出去，两个人真的像母子一样的这样的照顾他，所以我觉得不能不感谢李师母，那也是李师母带他得救。我们在高雄怎么跟他传福音，他是我们家最晚得救的。在高雄很多弟兄姊妹都来跟他传福音，都没有办法带他得救，那不知道为什么他到台北来了，李师母这样 的那个 我不知道他怎么跟你说，那就带他得救。我很奇妙，就实在是主把这样好的这师母放在我们家中，我们真的很感谢主。因为我们从小爸爸妈妈也就去世了，所以他到台北来，李师母也真的是这样的照顾他。我们真的很感谢李师母、李伯伯，还有光华弟兄，那时候他们真的是很照顾他。阿们。好，我们呢、现在就最后了。陈崇实弟兄说一点话，然后张平弟兄带我们有一点做末了的话跟祷告，好吗？
弟兄姊妹平安哈、哦。我是叫陈崇实弟兄，其实我是在1985年6月29号跟6月30号来会所、啊、听了两个晚上的福音，都是这个那是李文子弟兄李伯伯传的福音。我平常做见证的都没有时间讲到那个李伯伯的说的话，很说但是第二天那个见证的很感动我，哎，就是很摸着我，因为我那时候这个病得要死，大肚子啊很厉害，这个生活都不正常。后来来参加福音聚会，除了那个潘弟兄做的见证之外，还有就是李弟兄他说到，他说有一个园子里面的潘作同弟兄，哎对，潘作同，他有一个园子里面或是有一个药剂室，有很多的药，100颗，其中有一颗吃了你的病就会好，那另外一颗吃了你就会死掉，哎，那其他98颗吃了是无关痛痒，哎，可是你就需要去找那一颗这个最重要的那一颗药，哎，还有就是在这个要受浸的时候，呼召的时候，我记得李伯伯讲说相信主要简单，哎，我们那我就觉得说哦，我这个人很复杂，哎，要信主我们就需要简单一点，哎，好了，就这个鼓起勇气，哎，这个来受浸哈。我记得这个20几年前李伯伯在这边安葬的时候，我们也有来，哎，那今天又是2019年了，哎，再来参加李老师母的这个，那他是一个。李师母的是一个爱主的人，也是被主所爱的人啊。我是在得救之后，过了就李伯伯过被主接去之后，才认识李师母。他一个就是这个雍容华贵。以前在光皇帝兄常常说到他家里，就是说他的这个母亲呢是拜这个印度进口的原装的偶像，哎，但是拜的是没有平安，哎，常常心脏不舒服就要吃那个救心的药。哎，吃了救心的药，人还是不舒服，就要把那个很名贵的盘子把它摔掉，哎，摔普通盘子还不行，还要摔了盘子，哦，心就，哎，这个平安了，哎，那后来哈，得救之后，在永和这边，我们又一次传福音，那妈妈也有来，有一个我记得是一个叫黄小玲姊妹，哎，跟嘉勋住在世华银行那边，哎，妈妈也来啊，跟我们一起配搭去传扬福音，所以她是一个。新约福音的祭司哈，为着福音的是不遗余力，还有就是也到过这个三重河边北路那边的家里面，常就遇到妈妈，妈妈是和蔼可亲，哎，就像我们自己的母亲一样，我觉得哎很难得碰到一个妈妈哈，母亲呢是这么安静在灵里面，然后这个和蔼可亲，这个雍容华贵的这个妈妈，哎。觉得这个实在是很蒙神祝福的。那我个人得救了将近33、34年，都在主的恢复里面。以前光皇弟兄跟李师母在永和，我记得我们以前刚得救啊，光就读这个圣经，就自己读，记得读这个旧约创世纪出埃及记，读到这个出埃及记开始创出立，读到立位记要读3年半，哎，因为旧约出不了埃及，哎。结果有一天才刚读完，才读这个立位记，才刚开始读。有一天就跟嘉勋啊，还有李师母出去。李师母说：“哎，我看你现在出埃及了，读完出埃及了，是吧？感谢主，哎，这出埃及一读完哈，再读其他的，不到一年就可以读完。感谢赞美主，哎，啊，主的话对我们是帮助的。我以前还没得救，我的那个见证题目跟光皇帝兄就讲的题目叫做《一个黑马浪子得救的见证》。”结婚前我们是白马王子，一结婚之后变黑马浪子了。那等到信了主之后，主又把我们这个黑马浪子又变化成为白马王子，哎，当然我们现在还在正在一个变化的过程中，哎，这个最终啊，最终变化像林弟兄讲，成为这个德荣啊，成为蝴蝶哈，还要经过不断的过程，哎，求主在保守我们，哎，那我公司啊倒闭了2次，我这个。更多的蒙恩2次，那我们这位主啊是又真又活的主，好吗？那求主也安慰我们李弟兄的家人，好不好？还有我们的亲朋好友，感谢赞美主，我们将来啊，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相会在主面前，好吗？好，时间也差不多了。对，早上我归纳了李师母有6个点，那这是第一个版本。那明天还有聚会，第二个版本。我就预先预告了啊，我又整理了5个点啊，
可见李师母的确是非常的多彩，非常的多样的啊，实在让人回味无穷啊。那这五个点呢，就是第一个，李师母是一个有才德的妇人啊。那她丈夫心里依靠她，并不缺少利益，她一生的日子使丈夫有益无损啊。第二啊，她是一个有品纯洁品性的人，如同利百家，她贞洁仁慈殷勤绝对顺从。第三，她谦让宜人乐善好施，她抚慰灰心的人，扶持软弱的人，周济困苦的人，帮助穷乏的人。第四，她对家人十分贴心，对主充满信心，对人满了爱心啊。阿们。她的确是一个把自己完全的倾倒来爱人爱教会的姊妹。第五，她操持家务殷勤劳苦是李弟兄无后顾之忧所以我是实在觉得在李师母身上发现许多的特点的确是我们众人所怀念的。阿们。他殷勤服侍，活出基督的美德，他是信心的榜样，是馨香的见证，是神心爱的宝贝，也是今日的得胜者。阿们。感谢主。好，那我想我们现在就有祷告你有负担我们就能够开口祷告，然后我们就结束这个聚会。阿们。好，在我们祷告之前，我们只唱一节等再见，好不好？第五页等再见，我们把它唱了以后我们就自由一点祷告，只唱第一节。愿主同在，只等再见面，照他每一处处引导，用他恩光时时照耀。愿主同在，只等再见面，等再见，等再见，在主脚前，等再见，等再见，愿主同在，再次等再见面。副歌，等再见，等再见，等再见，在主脚前。等再见，等再见，愿主同在，只等再见面。我们自由有一点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阿门。带我们的姊妹，阿门。劳苦多年，阿门。这个家多年，阿门。儿子媳妇，阿门。家爱主，阿门。一生的榜样，阿门。紧紧跟随我们主的脚踪，阿门。紧紧跟随我们的李师母，阿门。感谢你，阿门。这个亲人，阿门。最后的一层，阿门。家属的眼泪，阿门。姊妹，对，男朋友已经跑进了，阿门。让你守住了，阿门。已经打过了，是。有公义的冠冕，阿门。我们姊妹存留，阿门。感谢你，阿门。这一次要与我们姊妹，阿门。心灵上的相会，阿门。永远的福分，阿门。永远的安息，阿门。主啊，我们何等的感谢你，阿门。要做我们亲爱的李师母。阿门。是你创世以前就拣选的，阿门。在你时间的制作里，阿门。把我们的师母做成你的珍宝，阿门。做成我们众人的榜样，阿门。主，我们感谢你，阿门。今天在这里，见证我们的师母一生，阿门。靠着你的恩典，阿门。服侍了他的家人，阿门。哈利路亚，阿门。也服侍了。
了众弟兄姊妹，主啊，如今他安息在你里面，求主亲自安慰他所有的儿女后代，我们都愿意紧紧跟随师母的脚中，走在你的面前讨你的喜悦，求主祝福我们师母所有的后代。感谢你，把我们的师母服侍了这一代的人，哦，如今睡了，哦，今日我们帮将他安置在这里，哦，是属灵的麦比拉洞，哦，等候那永远的复活。主赞美你，哈利路亚。主啊，赞美你，师母安息在你的怀里面，有地上一切的劳苦，他是我们的榜样，才德的妇人，主啊，做你荣耀的见证，当跑的路已经跑过，打仗已经打过，主啊，求你祝福他，祝福他的后代，主啊，赞美你。哇，若有人爱主，这人是你所知道的。你看近前人的死是何等的宝贵，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好的榜样，让我们众人得着激励，一同奔跑前面的赛程，把我们做成哦珍珠，是珍贵的宝石，为着你的见证，哦主耶稣，纪念他的下一代，哦主耶稣，阿门。能够一生一世，能爱你侍奉你，阿门。主啊，感谢你，阿们、哦、我们的师母实在实行了、哦、你所说的话，全心全魂全心思并全力爱主我们的神，师母的确是一个爱主爱教会爱圣徒们的好榜样。哦，主啊，他的一生的点点滴滴，他的行仪都活在我们的心里面，虽然我们与师母面目离别，哦，我们在灵里面，主啊，仍然哦是一，哦，我们相信有一天我们还要在哦宝哦主啊主的宝贝宝座面前，我们再相会，感谢赞美主，哦，愿你的祝福三一神永远的福分，临及我们李师母的家族后代的儿女，都能够更爱你。好，谢谢弟兄姊妹，我们也谢谢工作人员了、啊，等在那里。那现在就开始，立刻可以坐，啊，放进去。然后我们呢，等一下那个地方是很好找。我们大家知道，大家能够记住这个地址啊，这个地址很好找，叫做鼎福休闲，这个。鼎福休闲餐厅啊，林口鼎福，它的地点就在林口鼎福村3023-1。那等一下你们跟我走啊，到了岔路，有两个岔路，左后转就到了，左后转100多公尺到。等一下，也许我的车子开前面，好不好？那请我们转一个弯就到，请我们全体都去啊，我们去就可以开饭。刚刚还打电话来哈、啊，问我是不是要去了啊？感谢主，来大家拍一下啊，来，要不要？谢谢啊，辛苦你们。谢谢啊，要拍一张可以哈，谢谢，可以，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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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爸爸在拍照。好啊，麻烦。
好，谢谢，可以盖上了哈。等再见，等再见，等再见，在主脚前。等再见，等再见，愿主同在，只等再见面。那么将来啊，那个照片。爸爸这个照片呢，会给他拿掉，改成了他们两位合照，合照啊，会放在上面啊，所以这个是需要再做一个工程。好，那我们大家现在就开始离开吧。好，是不是可以离开了？哎呀，可以离开了，我们就哈陆续离开啊。我们车啊，我带头，对，我会在前面哈。那哥哥那部车当然也知道地方，好，谢谢，我领这个头。这个麦克风交给谁？交给我。